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电影《Now You See Me》出神入化里面的惯用语。今天的惯用语是 "put something away"，例句是 "Let me just put this away." Actually, I need to tap that. 让我把它收起来好了。诶，事实上我必须把它没收哦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"put something away" 呢，在字义上我们比较容易去误解哦，就是说好像就是要把东西放到远处哦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 "put away" 这个片语动词呢，它原本就是有这种收好、存放好的意思哦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来记忆这个惯用语，就是可以联想哦，当某个东西呢被任意的丢得远远的在某处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一种想法，想要把它们收拾好、存放好的一个动作，所以 put something away 就是有把东西收拾好、存放好的意思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大家。